香港工商界发出联合声明，呼吁有关人士呢停止策动占领中环的行动。来看本台记者杨畅的报道。工商界发表联合声明指，如果占中运动发展到以暴力冲击现行制度，是无视法治精神，对香港长远稳定发展百害无一利。事实上，工商界一直不赞同以占中的违法行为表达诉求，这样会破坏本港的营商环境，影响金融及商贸运作，动摇企业投资信心，影响市民日常生计，更可能构成冲突，对本港法治造成严重的冲击。对早前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朱耀明、工党主席李卓人和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、赴台与民进党前主席、前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会面，他们表示忧虑，批评此举是损害一国两制和香港繁荣稳定。对于有关人士拜访台独势力，实在令人忧虑，此举是企图引入外来政治势力参与甚至干预香港政制发展，完全无助普选的推动和落实。他们也表示，特区政府即将展开普选方案咨询，社会各界应积极参与讨论，也呼吁相关人士停止策动占中活动。亚太第一卫视杨畅、王永晴香港报道。